是完全一模一样。然后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请到这个 Webduino 的认证的讲师哦，来帮各位同学就是上一整天，就是各位也是蛮累的哈、哦，老师也是蛮累的哈、哦，就是要上一整天这样子哈、哦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。那我们这个 Webduino 上次有大概说明给各位同学知道了、哦、就是它可以让我们来做一些互动性的东西、哦、那接着呢我们就请老师、哦、就开始上课了、哦、好，谢谢邱老师。那同学呢，等一下我已经把我们需要做的几件事情先写在白板上、哦、第一个就麻烦大家先把电脑里面的 Chrome 浏览器先安装起来，当然你装 Firefox 也可以，好 ，Firefox 也是很不错的。那再来就是，等一下我们所有的资料，我们今天上会录影哦。好、哦，有没有？这样会比较正襟危坐。嗯，很好，气氛好多了。开玩笑啊、哦，我们资料放在这边，就把我所有的资料，上课真的是会录影啊。好、哦，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我们资料放在这个翻转学习平台，好、哦，翻到这边。那再来呢，这是老师的名字，我在目前是岭东科大，也是跟各位一样是传系的，好，但是我是兼任讲师，所以我会跑来跑去的，到处打工的，好，那你可以找一下，用这个关键字就可以找到我的，我们家有经营部落格，也有经营 YouTube 频道，所以你可以 Google 一下，肉搜一下老师没关系，借你搜，好，你就可以看到很多老师的教学资料，好吧？OK， 那就麻烦大家